出来多少天了？我第一次洗头发。拿这个做水。哇！看看香姐怎么洗头啊？就跟这床上洗。对啊。一盆冷，一盆热。然后今天有意思的是，没有洗头膏，我就用这个浴液来洗了。我不想去买，我刚才犹豫好半天。拿浴液洗头，你也是真是醉了。还剩一点，我洗脸。你应该拿洗的灵洗，可能更好一些。那太刺激了吧？那去油啊？不不不，这个也去油，太刺激不行。哎呀，我的舒服时刻来了。好像是有点热了，烫吗？还行，还可以。嗯，爽。我是不是也应该洗一洗啊？洗一洗，一会儿再做一个。我可不会你这么洗啊。多挤点。哇，这头发掉了好多头发，这水都黑了。我把我的袖子往前撸一下，爽死！就站在这么一个小空间里，也把头洗完了，牛牛，蒋姐你真牛，嗯嗯。小姐，你这就洗完了，就对呀、啊，就开始擦了，对啊，你也不投一遍啊？正常是应该投的，但是不是废水吗？还得再做一遍热水。那就做呗，水多呀、啊。废。哎呀，你投一遍吧。啊，好好好，投一遍。我天！哎呦，哥给你倒了去。谢谢猫哥。洗把脸，洗头还不把脸给洗了，再做一壶，再做一锅，开锅了，怎么样？干净了吧？干净干净，舒服了，你也赶紧洗吧。好，我也洗啊。嗯、我这么大个儿能在这里洗吗？能，没问题，你不信我的，就把那水倒这里就可以洗，你也可以这么撑着。怎么着？这么的，我刚才不是这么的吗？你这么的，嗯。等天儿再暖和点，就能在外面洗了。现在外面还是很冷的。哎呀，我特别不习惯用盆洗。习惯就好了，你别扑棱，你头发短，你先把水，先用水把它沾湿。水不冷吧？不冷，挺热的。往上撩水。行。那、啊、这就行了。那湿了就行了。哎呦！小度，小度，停止！捣乱呢！别马屁了，马屁时间到，每天我们都得设一个小度的马屁时间，哎，听听他拍马屁。哎，别扑了，你小心，你下边那头发是短的，你看，那我裤子上哪儿都是这沫子，你得顺着茬儿，顺着茬儿去挠它，去洗它。别往下往你脖子方向，别往头顶方向糊了。对，行吧，非常棒。行，还行，头发不脏啊，还有沫呢。不脏？难道是这个浴液？是这个浴液强的。又腿酸了啊，腿酸了。哎呦，确实有点不太舒服啊。也拿个 小杯子往上撩水。小杯子。对呀、啊。你应该给你找个女佣，不给你洗头发，你得躺着洗。哎呀，还真是。哎呦，腿酸呀！我靠，我这，你刚才腿不酸吗？不酸。你是能伸直吗？我能伸直啊。你也能伸直啊？伸直我够不着，我腰弯不下呀。柔韧性不行。对呀、啊，你伸直了，你能把腰弯下；我伸直了，我弯不下腰。所以我这腿就得半蹲着，半蹲着一会儿就不行了。你这小姿势。多么娇羞呀，谁家小媳妇儿啊？哎呦，这确实有点难度啊。可以可以，这洗洗舒服。
就难受这一会儿，做点水。你先擦一下来。早上起来随便煮点挂面，然后昨天跟龙哥吃剩下的羊肉、牛肉还有菜一块做一个。开锅了吧，把这肉放进去。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去前两天看的那个牛肉干厂，然后把这个图片拍一下，因为他们提供那个图片吧特别简单，也不是很好，所以要重新拍一下。他们只给我们提供了首图，其他的什么细节图啊，然后这些都没有，所以还得自己拍一下。这一大锅呀，全是菜了，一会儿再放点盐，放点酱油，清汤挂水的。这是咱吃的，这可够清淡的啊。行，可以。可以。咋样，小姐，味道怎么样？好极了。这大酱别吃了，这大酱，这是那天炸酱面，吃那个炸酱面的酱，三天了吧？没有坏。你回头你吃坏肚子，完蛋了。我吃不了这么一大锅呀，你再盛点吧，一会儿太多了。哎呦，我吃饱了，赶紧吃，吃完干活去。今天又是一个忙碌的一天，充实的一天，天天都太忙碌了，感觉没有闲着的时候。还行，挺好吃啊。嗯，清汤挂水的。嗯，你知道为什么好吃吗？因为你做的。不是因为我做的，因为它这个，就是因为它这个牛羊肉好，是不是？是。它牛羊肉有味儿，有这个牛羊肉味摊儿，它就好好吃。没。带好安全带，出发啦！出发了，我们现在去厂子拿点产品，然后把图拍一下。咱们也不用拿太多，是吧？挑点精品的就行了。嗯。它那个产品太多了，上百种产品。所以就拿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、不错的，对吧？就行了。没毛病。这就是我们创业的经历啊，朋友们，就天天就这么忙忙碌碌，忙忙碌碌，可不像大家看到的、想象的那个样子。现实比那个想象要残酷很多。可以的时候给我发个消息，可以吧？明天啊，明天行吗？明天可以啊。哦，行，好的，好的，好嘞，拜拜。说明天说厂子里有检查的，明天去。今天不行了。对。嘿，这刚出来，早一会儿也不说。就是啊，白走了。咱回去吧。回吧。掉个头。打点水，把碗洗了。去了。好。因为是女洗手间。因为这个一洗手间，男洗手间没有水，只有女洗手间有水，所以就只能想起自己去了。还有小半箱水，趁着想起打水，赶紧把碗刷了。分工要明确，是吧？这样两人旅行啊，才不容易产生矛盾，当然也会产生啊，只是会好很多，大家都互相体谅嘛。你做点这个，我就做点那个。为什么在这儿刷锅呢？因为刚才我们吃完这个早餐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啊没有下水，然后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下水道，所以车就正好停在这儿了。这样呢，就顺便一边打水，一边就把这个碗给刷了。哟，小姐回来了，我还得称，这多少斤水啊？这二十升啊。多少斤啊？二十升二十斤吧。哇，好沉。嗯。好了，刷完了，倒水，行不行啊？行。我来啊。怕对不准，就是。哎呀，这酒蹄子一会儿不会倒的。